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本周的新风采节目。是啊，就是这样，生活呢，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，他就会这样回报你哈。那当然呢，移民之后呢，有很多的经历，可能是我们移民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到温哥华去认识一位钢琴老师肖发凡。肖老师在移民前呢，他的先生呢就为他设立了一个呢教钢琴的网站，那么在通过这个网站找到两名的学生，从两名学生起步，他们夫妇齐心协力，现在拥有了很多的学生。在温哥华有不少华人钢琴老师，他们大多数在移民前都有较好的钢琴专业背景，移民后或者是上门教钢琴，或者是有自己的钢琴课室，他们带领学生参加相关的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。肖发凡也是其中的一员，所不同的是，他移民登陆前已经有学生在等着他了。这并不是因为他在温哥华有什么熟人或者是朋友可以介绍，而是他的先生徐东早就为他设计建立了面对温哥华的钢琴教学网站，这让他一登陆就可以立即开始钢琴教学工作。在登陆之前，我们已经联系了两个学生，那我1月份登陆，2月份就和这个林先生联系好了，他呢有两个女儿，然后我就上门去教他的两个孩子，是这样。然后他的两个孩子呢级别还是蛮高的啊，一个是准备考8级，一个已经10级了，但是他们的一些基本功啊，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很大的问题的哈，比如说手指很扁啊，哈，手指无力啊，然后我就和林先生和家长也沟通，怎么把孩子这个基本功再打扎实一点哈，然后呢，在曲目上也给他选择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风格的曲子，哎，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哈，效果还是蛮好的。我们一起参加了 Kiwanis 的这里的 Music Festival， 这两个孩子得了2名的成绩。看起来很年轻的肖老师从事专业的钢琴教学已近20年，他4岁就开始学钢琴，曾就读于山东艺术学院钢琴教育专业，获得硕士学位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多年的钢琴教学使他建立了一套快速提高学生演奏水平的教学体系，因此2006年决定移民加拿大时很徘徊，因为没有信心在新的环境可以建立新的教学平台，在先生鼓励和帮助下联络到这两位学生，才奔赴温哥华，而这两位学生参加比赛的成绩让他坚定了在温哥华教学的信心。那两个学生肯定是不够的，然后我就和先生呢哈，一到 community center 贴广告啊，还有做一些报纸的广告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通过报纸发现了一个 Burnaby 的一个音乐学校，招老师，然后我就去应聘，校长还是蛮好的，他给了我一个上门教课的一个机会。通过这个学校呢，我还认识了一个我最老的一个学生，他92岁啊，一个老爷爷，他呢学习呢就坚持了6-7年的时间。我接手过来的时候，我还是蛮震撼的哈。然后虽然坐车2个小时到他家里呢，只教半个小时。非常辛苦哈，但是我觉得学习他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呀哈，就是学琴的这种精神，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哈。在上门教学的过程中，肖发凡了解到加拿大的钢琴考核体系和音乐比赛的规则，为了更快地适应本地的钢琴教学，他自己也积极参加相关的专业认证资格考核和一些音乐团体的活动。BC 省音乐教师协会是加拿大音乐教师协会的分支，他们要求非常严格。我太太经过了1年的准备，最后终于加入了这个教师协会。然后不断的我们在教师协会里就是参加各种活动，然后他们有大师课，有公开的演出，还有比赛，然后我们积极的参加。现在我太太已经是那个教师协会的理事了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唯一一个华人在那个温哥华教师协会的分支作为一个理事。在学生逐渐多了以后，肖发凡买了自己的 house， 开办了钢琴教室，而他的先生徐东则充当起他的行政管理人员角色。徐东是网络工程师，他为太太在温哥华重新建立了钢琴网站，搭起了一个与钢琴爱好者交流的平台。来我们这儿学生反映的最有效的还是我们的网站，然后我们有了学生之后，把他们的成绩、他们的演奏的视频，
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上传到网站上，因为网站是非常公开的，所有人都能看到的，何时何地都能看到。我们做网站的初衷也是因为这里华人老师太多了，你就是看报纸上广告你也不知道找谁，我们只是想让家长看看我们学生的真实水平，如果他们喜欢我们的教学方式，喜欢我们孩子演奏的这个水平，认可我们，那他就会主动找上门来。还有一个就是口碑很重要，温哥华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，所以人口也不是很多，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你的学生你的家长会帮你做一下宣传，做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后来以后这报纸上的广告其他广告都不会再打了，网站只是把网站做好，然后最主要的还是靠人传人，但是在人传人的基础上，人家想更加直观的了解你，还是要看到你具体的东西才更信服。肖老师除了在自己的课室教琴，也在本地的国际音乐学院做客座教师，对于在温哥华教授钢琴，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因为我在国内学的是钢琴音乐教育专业，所以比较注重也懂得孩子的一些心理哈。来到这里呢，就要中西结合哈。然后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教学原则，更注重孩子的一些基本功哈，这一点是不能有一点松懈的哈。比如说孩子的一些手型啊哈，手指跑动啊，手指无力，那怎么样去训练他们，这都要一丝不苟的去严格要求。然后结合这里的呢，就当然要对孩子以鼓励为主，多要 nice 啊，要多他们出了成绩要多鼓励啊，比如说经常发一些小礼物啊，然后给他们一些弹这个曲子啊弹得好，给个 sticker 哈、啊，要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。那么怎么提高呢？那就是用成绩来激发他们的兴趣啊，比如说从简单的小的来说，那弹好一个作品，那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大的来说，去参加比赛啊，能够获奖啊，能够在公众人面前弹一首很优美的曲子，他们也是对孩子兴趣的激发。肖老师每年除了固定送学生参加考核以及各类比赛之外，还举办多次小型演奏会和一次大型演奏会。每一次看到孩子们的表演热情和成绩，肖老师和家长们一样感到欣慰。在移民之前呢，肖老师他主修的就是钢琴教育专业，所以呢可以说非常通晓学生的心理啊。我们在这里也祝愿他的学生队伍越来越大，桃李满天下。